来，接着他问我们一个十八公斤的铜块，密度是九，铜块完全进入密度0.8的液体中，请问在液体中的重量是多少？他最后问的问题叫做在液体中的重量。那有什么题目里面有液体中的重吗？有啊，浮力啊，浮力就是在空气中的重减掉在液体中的重。所以呢，我只要知道在空气中的重，只要知道浮力就可以求出来。空气中的重已经告诉我了，18公斤，就是18公斤重，质量18公斤，那还差一个浮力，还差一个浮力，所以需要找第二个方法算浮力。浮力还有第二个方法算吗？有，浮力就是排开液体的体积乘液体的密度，就是减轻的，对不起，排开的液重，排开的液重，排开的液体的体积乘以液体的密度 ，BVD。好。我要求 B， 我需要知道两个，我需要知道液体密度，我需要知道排开液体体积。液体密度不用求，告诉我了0.8。液体密度不用求，0.8告诉我了，还差一个体积。这个体积就是排开液体的体积，因为它全部沉下去，所以它排开液体的体积就是它全部的体积。所以现在题目变成说，我要找我的体积，就是那个铜块的体积，有办法求吗？题目有质量有密度，可以求体积吗？有任何公式有体积吗？有啊，以前的 D 等于 V 分之 M 嘛，以前的 D 等于 V 分之 M 有体积啊，然后所以呢 V 就得 M 除以 D， 就质量除以密度，要找物体质量除以物体密度求物体体积。有物体质量吗？有18公斤。有物体密度吗？有9，所以我就可以求出体积，就都解决掉了，所以就带进去。但是要注意单位，因为你的密度单位是立方公分克，所以你的质量用公克，所以我18要乘1000，再除以9，找出体积是2000立方公分，这个就是物体的体积，也就是排开液体的体积，然后我就可以求出浮力，我就可以求出浮力叫1600。有了浮力之后，浮力就是空气中的重减到液体中的重，所以带回去。空气中的重减到液体中的重，这里都要变成功课，因为我都是用功课转，所以都要变功课，所以18要乘1000，然后就我们就是数学，算完，答案出来，变单位就是16.4公斤重，所以答案就是 A，OK 吗 ？OK， 好，下一题叫做完全一样，除了数字不一样。其他的想法都一样，给的条件也一样，东西质量这么大，密度这么大，没入一个密度这么大的酒精，请问你在酒精中多少？想法做法跟刚才完全相同，除了数字不同之外，其他都一样。多少嘞？停车站借问，可爱大帅哥还是大美女？看抽到谁？好，这个叫大帅哥，帅哥叫34啊，34，你的答案，你的 C 吗？34是这样，跟刚才一样，从最后的问题想起，有什么东西跟液体中的重有关吗？浮力，浮力在空气中的重减到液体中的重，所以我现在差浮力，空气中的重有了，差个浮力，我要找浮力。有别的公式求浮力吗？有，浮力一定是排开的液重，排开液体的体积乘液体的密度。然后呢，液体密度有了0.8，所以现在差谁？差排开液体的体积。那因为我完全没入，所以排开体积就是全部的体积，所以现在改成要求物体体积，求物体体积，有什么公式有物体体积吗？有 ，D 等于 V 分之 M， 然后呢 ，V 就等于 M 除以 D， 那有物体质量，有物体密度，就可以求物体体积，中间的注意事项都一样，就单位，公斤、公克要变成一样。好，所以把它变一样，然后就把公斤换公克，体积这么大，然后呢带入浮力这么大，带回去，
算一算，数学就解决了。然后题目问的是公斤重，所以就要换成公斤重，所以答案就 C。小事一桩解决掉。停车暂借问，这一题呢？这一题变成未知数不一样。密度是8的铁块丢下去，在液体中重28，请问你它本来多大？未知数的位置不一样，所以你要假设，然后你就可能用这个假设去带入体积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做。好，就是未知数位置不同，其他都一样，想法基本上相同，但是未知数的位置不一样。啊，停车暂借问，可爱小女生，来，可爱小女生叫做 Bird 号，八。你要选 C， 这个看起来像 A 啊，你到底 C 还是 A？C， 我在问你3还是 1？3，请坐，你选 C。有什么公式跟质量有关？应该有个 D 等于 V 分之 M 嘛。有个 D 等于 V 分之 N 可以有关，还有应该就是空气中的重减掉宇宙的重也是有关的。然后呢，一个密度公式有关，一个是浮力的公式有关。那我们就是把质量跟重量混为一谈了，反正大小都一样。那你想要挑哪一个？挑哪一个其实都可以，只是走的路径会稍有不同而已。那么因为这题跟浮力有关，所以呢，我就用浮力公式算，用浮力公式算。你要用 D 公式算也可以，只是你要。换的话兜一圈而已，换的方法兜一圈，但是差不多了。然后呢，求浮力，有浮力公式吗？就这个啊。除了空气中的重，你要液体中的重，再还有什么？就是 BVD 啊，液面排开液体体积乘液体密度啊。然后呢，就是全部体积，就是排开液体体积，所以我就要知道全部体积才能够去乘密度。那水嘛，密度是一嘛，我已经背过了。然后怎么求体积 ？D 等于 V 分之 M。然后呢，这题就没有 M 啊，要我求啊，那么假设 M 就好了。假设 M， 算一算，体积这么大，然后去求浮力，然后浮力就这么大。这单位都是克哦，这单位都是克啊。然后呢，带回去做，这样做，那个28公斤要换成公克，是要乘1000，所以呢，就这样做。然后所以是移来移去是数学，答案就是32公斤重就解决。这就是一些关于浮力的计算，可以吗？可以。